因为我是来自于这个民间的哈，对这个五缺的问题是感受很多了。转经济部长郭智辉因为出身产业界，受到各界寄予厚望，同时关注他接政务官后要如何与旗下事业体断联。人事确定当天，崇越立即发声明，强调郭智辉已将手中持股全部出清，但是。公开资料显示，郭智辉在4月10号以洽特定人方式转让的这7555张崇越股份，由高毅投资承接，而高毅的负责人就是郭智辉的儿子郭冠宏。若以当天股市收盘价244元换算，转让股份市值大约有18亿元。问完全都是合法哈，他只要去缴那个赠与税就好了。但是实质上就是说，以他们郭家哈，他是不是崇越的实质掌控者？公开资料也显示，登记在太太黄玉凤名下的家族企业家品投资仍在崇越董事名单。依据证交法规定，只要家品投资继续担任崇越董事，郭智辉仍将被视为崇越内部人之关系人。家庭的主要股东是他的小孩，没有错，但是这个就是正常的财产规划。去年我们董事会改选，他就已经退出董事会，他已经没有再做那个决策。另一方面，崇越集团版图广大，经营与投资范围涵盖光电、水资源、循环经济等领域众多，跟经济部辖下业务有关。陈兰的案子也包括与政府合作的 BOT 案。接经济部长之后，他的相关事业，这个能不能真的做到利益回避？环保还在报出去啊，那他的事业要不要来标呢？郭智辉带着产业界丰富历练走入政坛，对于台湾产业发展是加分，但与过去事业划清界限的分寸如何拿捏，考验准经长的政治智慧。三立新闻中文林佳倩台北报道。